慈济技术学院举办英语配音比赛，学生用英语为卡通动画片配音，让说英文变成一件有趣的事。If I don't make it, find me a wife and tell her. 夸张的声音表情重新诠释动画片的配音。慈济技术学院为了要增进学生英语表达能力，举办配音比赛，希望学生练习将发音、声调融入剧情当中。动画，比较有趣。那同学配起来，而且他的声音比较夸张，那也比较好训练这个英文的一些情感，还有腔调的表现。不只考验学生的情感表现，还得发挥团队默契。参赛者运用道具，结合创意，以各式各样的方法呈现出精彩丰富的配音，要吸引大家聆听和目光的焦点。很好玩，我刚开始很怕配音，因为我英文不是说特别好，但是练过这次发现其实英文在生活中很重要。先学习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你，那样是一个最好的学语言第一个方式，之后你打开来了那个害怕之后，你学语言就一路顺畅了。透过这次比赛将英语表达生活化，也鼓励学生勇敢开口，让说英语变成一件有趣的事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白如露、林世君花莲报道。